子玉迎来23岁生日，13日半夜，他开启直播和粉丝一同庆祝。直播到一半，电灯突然暗下来，工作人员告诉子玉要换一间房间直播。满脸怀疑的子玉笑着走出去后，果然看到那里某某智孝多贤一起来给忙内惊喜。但对于姐姐们的出现，子玉可是没有上当。你也不，먼저꺼야된다꺼야된다라는말하면은제가믿을수도있고어수익많이컸다중국어그냥하시면돼요 真的非常感谢你